两位请就位。 rapper， 我以为你是等级评级评到了二级，一个是 rapper， 一个是 reader。 我觉得刚刚那一组我已经听到了适合我们成团的那个主唱的声音在里面。如果可以跟他，好，下一位，好，谢谢。一位来沈凌，这位 reader。 哎呦 ，rapper 都是台上见，剪片电视全部都是废话。也都不押韵，再长一点吧。口号走，口号慢点，来。你票我一票，海涛沈凌能出道，你不投我不投，海涛沈凌什么时候能出头？我不得不说啊，把我们这气场啊全给喊破了。好，来。 Yo，Come on， baby go。Yo， 这感觉就像一路的方向，还有婆娑紧握，转了念的香，那些是非因果，一路的方向让我不停琢磨。Yo， baby go，Come on，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 我想想，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力神起，马力神落。Oh yeah，Oh yeah。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苍茫茫，大雪飘摇。Oh yeah，Oh yeah，Oh yeah。哦，假的，吓我一跳！我说，我不敢相信。 混到前八强还假唱，为什么？我要跟两位队长解释一下，这个从我们音乐的专业领域叫做半环音。不是，因为说实话，确实刚才想唱，但是一句跟不上，句句跟不上。你中间还有一段英文是什么 ？Don't come back，Don't come back。要海盗别回来。哎。 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一句是我完全的真唱，也代表我个人真正的心声。确实，唱这句的时候，我有一种被勒回来的感觉。Don't come back。对，我个人觉得是他们当着曾毅的面来假唱，不太尊重原唱。对，曾毅是什么感觉？作为武当，太痛苦了，能说唱的都在后面跳舞去了。 好，来准备，三、二、一，请选择。啊，两组空前的一致。为什么？沈凌有一句是真唱。Don't come back。Don't come back。